你把我关起，太大了吧？你们都不能选一个两个小一点的立牌吗？就这道具桌板？我的。哟。给他搬上去了啊。卢克斯，好久不见，兄弟。哎呀，还是怀念有你的时候啊。他们这帮人啊，都不靠谱，有点摆不下呀，这太长了，委屈一下啊。雨琦啊，你不在啊，他们都欺负我，你快回来吧。139 Club 好久没有重聚了，用你的天生神力把他们都击败，好不好？啊，好嘞，哎，好。嗯，但是这个东西放上之后，做人就不太好。远不远，师傅？我来开吧。你休息休息啊，你一会儿坐边上。这道具车也太道具了。哎呀，凯哥，咱俩吗？啊，穿的也太帅了。我这穿的跟个道具一样吗？闪耀的灯球，我这就是。怎么回事？我哪知道啊？你不是还给我发消息呢吗？我挨个给大伙儿发消息啊，不断的骗大家说给我打个电话，没人给我打。你看没看见刚才外边都打雷了？我听见了，打的就是他们。对对对，我们这是避雷的。我跟你说，真的啊，这个缘分啊，是很难得的，确实难得。什么叫患难见真情？行。本来不想珍惜这段缘的，但已然这样了。已然这样，这个盟啊，铁盟，我们这一季就结下了。梁子跟他们就已经梁子必须结下了，已经结下。我跟你说，这没良心的 Angelababy 啊，李纯这些。对呀，哎，话又说回来了啊，我们这新人没人打很正常，您这老同志怎么也没人理你啊？一会儿我们就探一究竟。我感觉一跟麒麟说话就感觉在说相声。是啊，而且咱俩往这一站，这个位置就很奇怪啊。来一段，快上车吧，该走了，咱们。行。这个电钮关门了，别送了啊！我再摁一下。我呢啊，也已经习惯了。我主要怕你第一期上来就遭受了这么如此不公正的待遇，对吧？没关系，我可以，我能吃苦。你有这个吃苦的准备就好。也不能有吃苦是吧？咱们毕竟咱们出来不是完成任务的吗？是不是？任务，我觉得现在已经很明确了啊。队伍也已经很明确了，主要是队伍。接下来就是不能让他们好受了。哎呦哎呦，保护点他们哥俩。注定这个车上的四个人，我吓一跳，这车上的四个人会成为好朋友。那当然，对吧？患难见真情。对对对，几位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，你们会因为今天做出来的一些举动后悔？对不住了，真的。这一季撕名牌不要怪我。哎，对，哎，对啊，是吧？你这是多结实，你这。对，我就是体力，体力还行。行，那咱俩正好，绝配，绝配。哟，到了。